话咁快咧，又到咗十 pop point 啦！嗱，有好多嘢食喎。介绍下。哦，好，咁我哋而家介绍下今年我哋 T C 嘅物资啦。嗱，大家睇一睇呢个位置先。嗱，睇一睇呢个位置，帮我 zoom 一 zoom 过喺呢边。系啦，嗱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啦！嗱，我哋今日咧嚟到呢个大自然嘅地方咧，其实我都唔觉得嚟咗大自然，因为我见到啲物资真系非常之丰富。第一样嘢，大家见唔见到黄色一梳梳呢啲系咩？系蕉啊！蕉系对参加者系好重要，蕉咧可以帮佢补充能量啦，同埋有好多系膳食纤维噶。咁啊，再来睇一睇梳打饼啦，知唔知点解用梳打饼啦？因为咧，可能咧有啲参加者咧，可能今朝食完嘢咧，即刻跑咧，可能胃痛咧，咁所以梳打饼即刻冇胃痛啦。再睇一睇嗱，因为有啲参加者好中意食西式蛋糕，所以大会特登安排咗咧呢啲咁嘅西式蛋糕俾参加者，仲要独立包装，非常卫生。好，再落再落嗱，今次今年咧最好味应该系呢一个啦，能量条啊呢、這个，嗱睇下呢个咧，仲要系车厘子啊，补血啦，咁咧大家可以帮助呢个血液运行啦，咁咧嗰阵时咧，大家就可以咧跑得快啲啦。好，我哋睇完食嘅，我哋就嚟睇一睇饮嘅。饮咧，我哋好开心咧，有呢个蒸馏水啊嘛，大家咧确保呢个屈臣氏蒸馏水咧系经过蒸馏噶，系啊，咁同埋咧，最拉尾咧有呢一个咧补充能量电解质嘅呢个饮品啦，咁帮助翻啲参加者咧补充流失嘅水分，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大家置身呢个大自然咧，T C 咧都帮大家咧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好好味嘅食品，系啦，咁呢度咧介绍完毕啦，加翻个麦俾，嗱，介绍完啦，明晒啦，明晒。